师呢，都在各自的场域里面设计出最符合智慧友善城市的内容的模组，透过培育学生的几项重要的能力，比如说场域探索的能力，服务设计的能力，实体建设的执行力，以及创业到创新的能力，这是我们希望我们可以培育学生的部分。我是节目主持人林宏文，更多节目内容请上脸书搜寻交大帮帮忙，交大帮帮忙要帮大家的忙。